罗仲谦呢日出席珠宝活动，之前拍剧同张秀文传出绯闻，老婆杨怡有冇嬲猪啊？其实嗰个真系，因为出咗杂志之后咧，其实我哋都冇乜太在意，因为我哋剧组啦，甚至我太太咧都知道，一睇就知道系一个杨怡嘅新闻啦，咁啊变咗冇乜太在意，同埋亦都冇影响到我哋拍剧时候嘅气氛咯。啱啱拍完电视剧嘅谦仔就透露会趁呢段时间努力做人喎。咁变咗咧就系睇每日嘅状态啦，即系如果状态 OK 嘅，咁太太状态又 OK 嘅，咁咪尝试下努力下咯，系啊。其实都好多朋友话咧，其实生 B B 咧贵精不贵多嘅，系啊，唔使太努力嘅，最紧要大家咧点讲啊？在那个状态度就 OK 了。另外同场的岑丽香就宣布月底会复工拍新戏，到时会不会好不舍得仔仔啊？非常啊，非常啊，但是我想我用了很多时间跟他一起，我都要用时间帮自己做一做东西，都开心，他很好啊，他不太多啊，刚刚这个星期我帮他wash his mouth 看啊，也我看到一个他第一个his first tooth， 所以很可爱。我看到他每天都用他的手指放在口面，也、yeah, 我自己帮他 wash his mouth， 我 I felt the little tooth， 所以他待得太大得太快了。